我们与博斯特在2012年就签下了不解之缘。博斯特采用花瓣式的印刷方式，泛线快，生产效率高，每分钟的印刷速度高达180米，操作简单，易学易用，正好符合我们当地的市场需求，多品种短单的需求。标签行业中，博斯特的装机保有量非常的大，有些企业多打10多台，这也充分了证明了博斯特设备的可靠性能。因此我们对新进博斯特设备没有任何后顾之忧，并且在售后服务也得到了充分的保障。